大家好，我是男主客。哇，讲得非常之好啊！接下来就是2019年2月就来到香港了，再次就是举行 fans meeting 啦。咁都想问翻你咧嘅感觉系点样咧？약그렇게팬들과의만남은한4년만에오는것같은데요뭐마마라는행사때문에도오기도했지만이렇게가깝게저희팬들과만나는거는정말떨리고좀새롭기도하고행복합니다네今天南昌就話咧，其實咧佢冇嚟香港咧，做自己 fan meeting 都有成四年啦，相隔。咁中間咧就當年媽媽嘅時候都有嚟過香港啦。咁但係今次佢嚟見翻自己嘅 fans 咧，都真係好耐啦。嚟香港一定要嘗試做啲乜嘢咧？일단어제하나는클리어였습니다야경야경보기그리고딤섬먹기아그럼그말에잠을잤죠딤섬을아직못먹었어요잠을잤클리어죠약간좀잠을잤예경라하여약간좀잠을잤근데아까낮제제가완탕면완탕면네그것도먹었고요너무맛있더라고요그리고새우들어간만두비슷한就仲未食到點心啦，但係咧，佢啱就個時候咧，其實咧就去咗食雲吞麵喎，雲吞麵係